今天唐大叔和几个朋友出去玩，唐大叔的车，这个朋友女孩子也是个 YouTuber， 回头链接放在下面。这个厉害了，刚刚跟他聊了很半天，这台是从澳洲买的，澳洲运回来的。当时哈哈，跑那个沙漠啊，还有那个100公里的海岸线呢，哇，这台车，而且他刚刚讲很多很多次遇险的情况啊，这个朋友也到了，好 ，Let's go。哇，刚刚还有点惊险嘛，跑偏了之后，一直往右边跑，差点掉到山谷里去了啊！这一次还好有差速锁，刚刚四个轮子锁住，才能直直退回来。一直往右边偏，一直往右边偏，哈哈。现在掉了头可以下山了，如果选择或者在这里吃午饭。现在时间还是一天最热的时候，如果冷的话条件会更不好，那我们就不作了，下山去吃饭。半路碰到这家伙，本来想给我们让路，结果我跟他说往旁边开很容易卡了，直接开下去吧。因为大家以前来都没问题的，他也说哎，还问我们，还好遇到我们，不然他上面自己卡了根本就很难下的，而且穿这么凉快，还带了啤酒想上去露营可能。哇，下来路上再救一个塔科马路人啊。好的，终于离开雪山了，就差这么一点点，就差这么大啊，一到那里就很多雪，这条线之后就没什么问题。呼，好了，大家都饿了，哇，快四点了，找个地方煮饭喽。回到个平地的地方，哈哈，我那边有个挡雨的，还有个朋友有挡雨的，然后两台车挡风，就在这煮饭吃了，饿死了，四点。啊哈 ，dinner。韩国祖母，kimchi 面。啊，山药。好，愉快的一天，哇，太好玩了，越卡越开心啊，太好玩了。哈哈，玩耍了一天就洗洗车了，过两天出门也没时间洗了。这么高级啊，这边是新开的，因为这边很多人越野嘛，正好快到夏天慢慢开始。哇，这个好啊，24小时嘛，自己洗，冷的话也可以在室内。哇，看看，哦，还可以花钱买不同的东西，玩玩看吧，玩玩看，用信用卡就可以了，然后还可以额外选哦，泡泡澡了，哈哈，还有打蜡。哇，哎呦，挺好玩的嘛。Approved。哦，最多20块钱你就洗吧，洗到什么程度，20块以内就自动扣款。哈哈，来洗吧，看花多少钱。一共花了四块钱，但是我冲两下就变5块了。然后这个水啊是有点温水。哇，这个车冲得很干净。咱们这种吉普就不搞这些了，我本来想要不要打一些这个，回头我再细点洗吧，还有打蜡什么的就没乱用了，不然的话我想冲一下，打个肥皂再冲一下，这样的话可能10块以内吧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啊，越野出来以后可以把车洗得那么干净。哎呀，干净啊，干净啊。哎呀，要爱这个车它才会关键的时候给力。好吧，辛苦了，今天我们走喽，回家。哦，车还暖乎乎冒着气呢，太给力了。Is there a parking space we can? Okay. 啊，今天玩好了啊，今天特别要刷到一下，记得去看他 channel 上的内容。唐大叔非常非常喜欢的澳洲一个，应该是100公里的。全是沙滩吗？其实哇，当然更大了，它是有70多迈的极限沙滩，它又是一个高速路，又是一个飞机降落的地方，还是一个沙滩。那个地方叫 Fraser Island。
我非常想去的一个地方。看啊，记得你的 YouTube channel 是 Monique Sun。Monique Sun 啊，你的 Instagram 是一样的名字 Monique Sun。好的，记得去看，回头这个视频下面我会放链接的啊，大家记得去看一看。哇，今天玩得很开心，期待以后更多时间啊和 Monique Sun 一起出来玩。好啦，我是白石木马唐大树，再见，再见。如果还没订阅，记得赶快订阅了。喜欢这个视频呢，记得点赞。如果不喜欢呢，就不要给我差评了，下面留言。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，大家可以跟我分享，跟大家一起讨论。然后呢，当然了，如果你住在温哥华或者温哥华附近呢，可以找唐大叔来买吉普，支持一下业务啊。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，还是，好吧，好吧。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白石木丸唐大叔，我们下回再见喽，拜拜。